你们这些人，如果你们再骚扰我们大清武举人的范围，我就把你们关起来，满洲人没礼貌。那些旗人那么欺负我们广东人，我方世玉不管，那怎么行呢？反清复明是你一个人的事吗？这件事我方世玉不去做，有事去做。我方世玉这一次一定要闯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身为出家之人，冒充新娘，捣乱我们武举人的婚宴，全都跟我走，都不准走。 今晚来捣乱这个婚宴，只是我跟三德的私人恩怨。少林寺专门包庇盗贼匪寇，明天带着大批人马，烧了少林寺，把方世玉给我杀了。